下午的3:21。那么网络世界无奇不有，网络的人啊，讲话都酸言酸语，不理这些人。社长现在跑到了金钻石隔离奶瓶一个，这边消费比较便宜，茶是100啊，这我老朋友李金德帮我付的。哦，又我带点菜啊，昨天在开开看吃的菜，还有打火锅吗？还有鸡肉。